这个渡劫来得毫无乐趣。啊，你似乎带来了，我留了邪报，我以为对面是个快攻棋，结果不是。有别的随从的，那我打七四六，他如果有别的随从，是不是我也能吃掉别的随从？那也不一定会亏啊。而且从他上回合这个铺场，你的毒牌，他把能打随从都已经打了，这个不是吗？你们这个毒牌是有一点点烂啊，朋友。您想喝点什么？这啥奶奇吗？再点狱长，那不是随便打。嗯，爆牌了。85当然可以啊，不然我怎么说那不是随便打。这个局前期你要交解牌交邪报，就留两个855就可以了。我觉得感染有点卡手，我把感染先交了吧。我等对面排牌库再换，对面不排我们不换。如果对面不排到九费，你也可以考虑换这个对局，还是换典狱长吧，换他变身也就那样了。我要换嘛，再等等，观望观望。应该是典狱这种奶奇，我猜的。他这个场面其实蛮值得一个邪报了，我不交这个邪报，我确实也不太好解，我交一个窒息，然后搞一个有的没的的。有，这也太大了吧！哇，我把我两张吸血鬼给他，那就给他吧。内心是舍不得的，给你就给你吧。我亏的，这个局我亏呀、啊！我是不是血亏？我两张吸血鬼啊，20血啊，朋友，我简直亏出！哎，你说我下游盒能直接点吗？点了以后连打两个八，不行，因为我同学会死，这样打太冒险。
我怎么可能点？对面还有变身好吗？这就是在开玩笑，点不了。我可以先把他一个八打了，作为一个结场，我觉得这样比较好一点。点不了、哦、朋友，就这里如果我同虚在的，我有两个打32还有机会。你别忘了骑士平就为什么可以去打典狱长，对面有变身，对面一旦变身我所有伤害减半，我每回合吃疲劳，我没有吸血鬼，开玩笑，点不了。我承认我好像完全，他把那个什么时光龙洗进去了。9-11可以考虑湮灭掉，然后可以考虑出这个6，我暂时不着急出这个，其实也可以。那我剑圣里面先看一张，打两费湮灭，然后下剑圣卡他一回合。这是一张一费湮灭，哎，你别老是打这个，这个我就给你了。探底这种东西不是很有所谓。哎呦！还有这个疤了，这为毛还可以有一个康疤？我这个局还能拿吸血鬼吗？我觉得不管就应该拿吸血鬼。我觉得我确实应该拿这个吸血鬼。万一给这个打一下怎么办？打的还挺准，想一下哦，这里我是叫邪暴还是叫855？哎呦，他太阳井找的牌怎么质量有点高啊？
嘣。因为都带些啥呀？看不懂。一起推翻旧物的主宰。嘣。嘣。他找了一套，可以。我想想啊，我该不该交这张解牌？嘣！这样偷偷摸摸的，我能叫杀。下回合是打三，在手里就打二，只要他不回血。嘣，怎么赢？出来！一直有弹幕在这一场，我拿什么赢？睁大眼睛看看，我拿什么赢？我赢了再跟你逼一逼。哇，这是个德鲁伊吗？确实我不知道怎么留牌，因为快功德和古夫是完全不一样的留牌，我全换吧。三十的不一定，有可能是马法里奥，有可能是古夫，还有可能是个贼，我鬼知道对面是个啥。 OTK 德，那这个来了就很好。小胡七十六，垃圾。这个局一个七十六可能不太够。不，七十六主要是什么呢？因为现在这个三十德鲁伊有好多段左拉了，就是它容错率其实很高。吃掉同虚，当然吃掉二杠二是最赚的，直接吃那个就行了。吃同虚也可以，吃八七七是最没用的，因为如果你带古夫的情况下，你一样可以同虚二加五加八，对吧？你什么同虚八之类，所以八七七是真的没啥用。这个局，因为现在好多这种德鲁伊都带左拉了，我遇到过好几个，他们都带左拉了。正常的是不带的，现在很多就是怕脏，都带左拉了。嘣嘣嘣！哦呀！团本也不亏，那同虚撕了以后，对面只有一个八了，或者说对面复制一个，但如果复制的话，到时候就费用就能控制了。
哇，对面在手里哦，我赶紧打了。感染吧，本来我其实也想打感染的，但是来这个三二四，我想看一张。那如果对面假如他有复制的话，他可以打一个五加三，手里面是一个八和一个五。如果他带左拉，不一定带，三十的卡位很紧张。再说对面还带了团本这种的。嘣！靠你的，再给我找个七四六。急是很正常，因为对面伤害可能会不够，有可能对面是不带左拉的，那就一个八，那无所谓了。来个同虚，让我找两张。肯定是这个。从小小的种子开始。来。同虚。李大爷，同虚，李大爷，鲜血献给巫妖王，李大爷，嘣，陈双铲队。五三五不带，真的实在是没有啥用。这手牌可以啊，打斗地主不错。我搞六个尸体，来个同虚，我不就是再加二十血吗？前提是我搞六个尸体啊。左拉，我就知道，你看，猜得很准。嘣。先拖着，先不加血，知道为啥吗？我怕我尸体不够，邪报解不掉。是时候来同虚了。嘣嘣！嘣！六十血，快死了。
蹦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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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帅。但我认真分析，不能不说话呀。打脸法，那个一飞打二，感染也不错。有没有一种战术性可能让对面扑满，然后一波感染回满？你晚来了，朋友。有，那他这里也没啥节奏。这样会不会有点丧心病狂？他的怪如果留着，我还能打感染回血，我是不是有点过分？我觉得我有点不做人，但我怕我不能回血。别撞！你这就很没意思，你知道吗？你说我这里打一个感染回血会不会有那么一点点早？也不早。蹦蹦蹦蹦。我觉得我不能叫这个湮灭。这是法强加三了，这个有一个法强。哎，啊，我期待了半天，你这个渡劫来得毫无乐趣。